face and skin care, skin whitening, permanent hair removal, skin rejuvenation. Genius. Be somebody. Hairdressing. Titanium rebonding. You ready? Millennium colors. Digital spiral perm. Jean Yip. Be somebody. Slimming and body care. Bust enhancement. Spot reduction. Body contouring. I feel it, I love it, I'm beautiful. Jean Yip, be somebody. Jean Yip 美发美容瘦身集团，让你展现魅力百分百。魅力百分百，活得更精彩。哎，郑荣啊，女人哈，一旦找到了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就一定会沉浸在甜蜜浪漫的爱情之中。对啊，就好像我们这一期的故事主角 Nan 一样哦，即将要披上婚纱，可是呢，她却患得患失，对自己啊还有将来很没有信心哦。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去了解她的故事吧。这期的主角是现年24岁的 Nan。Nan 曾经两度尝试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却落选了。不过他毫不气馁，再接再厉报名参加新系列的《魅力百分百》。正因为他这种不屈不挠、一心一意要改变自己的决心，让评审们对他刮目相看。我觉得我很没有自信了。今天男朋友陪我来，可是他似乎好像也是，好像要躲一边这样子，也不怎么敢靠近我。我们听说你的朋友一直不鼓励你跟他结婚，或者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的一个体重问题，是不是？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因为那时候我条件不错啊。觉得一直给人家挖苦，给人家说，给身边的朋友排斥，觉得很伤心，所以还是鼓起勇气，这次有来魅力百分百，就希望自己真的能瘦下来，让自己的信心增加，就是这样子了。哇，单单看这只乳鸭，然后你再闻一闻它的味道，你就知道哇，待会儿这大餐呢肯定是很好吃。另外桌上还有那么多的菜色，今天是要煮几道菜？四道菜。所以平时你是一个很会煮的人吗？嗯，差不多，来这研究食谱，新的食谱。OK，那是因为你自己很喜欢吃，还是很喜欢煮？自己本身很喜欢煮，也很喜欢吃，所以是好事啊。如果娶到这样的老婆的话，你看进得了厨房，出得了厅堂，外面见人也 OK， 里面又煮得那么好吃， 对不对？对啊。所以通常呢，就是家里人都很喜欢吃你煮的，包括你的阿娜达吗？对啊，他很喜欢吃我煮的东西，所以越吃越肥咯。你在讲他还是在讲我自己？也是越吃越肥，明明就是想叼住他的胃，男孩子才不会跑嘛。但你真的好像有点弄巧板桌的感觉嘞。Nan 原本想用一手好厨艺牢牢地套住男友 Ken 的心，结果没想到却让自己也掉入陷阱。眼看体重一天天增加， Nan 除了感到无可奈何，也越来越自卑，甚至对辛辛苦苦维持了8年的感情也开始失去信心。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完全就是投身在你这一边吗？我本身是觉得，因为是当初是我喜欢他，所以是我主动去追他，所以自己也知道身材不好，也不比别人漂亮，但是就硬要把他留在身边。所以他朋友就觉得我不适合他，就要他去考虑一下该不该放弃我。因为他说他这样帅的，我又不是很漂亮，又是那种肥胖型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不适合他了。更糟糕的是，当时 Nan 的男朋友 Ken 还常常冷落她，对她不闻不问，这让 Nan 感到又委屈又生气。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也曾经有聚少离多的时候吗？对。
一个星期见面一次，一两次左右。然后我只是把找时间做自己的东西，或者说有时间还是要做自己的东西，就不会主动去找他，就一直是他来找你这样。七天里面回来找他一次一天哦，然后六天就是跟朋友出去玩这样子。哦，真的、啊，所以你就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现在是七天等于 24/7。哎，所以你就曾经有嫌他胖啦？曾经啊，很久以前的事。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在，不会，真的不会。你说的有点说服力，好不好？因为我也是跟他差不多一样喂了。哦，已经被他喂胖了。就是了。那自己有没有很努力的，就是尝试减肥，要为的就是要如何呢？男朋友啊，然后让身边的朋友不一直说你胖。有一阵子是真的是拼了命减肥，绝食了两个月。绝食了两个月啊！就暴瘦，然后就瘦到很离谱，但是过后就因为你没有吃，你就很没有力气，所以我就开始吃回又变肥回了。好 ，Nan 和 Ken 的感情逐渐稳定下来，如今他们已经到达谈婚论嫁的阶段，不过婚期却似乎遥遥无期。这个时候问问 Ken 哈，听说你跟 Nan 之间的这个婚期拖了很久，究竟是为什么呢？首先我是要说，为了这个 finance 经济的问题，而且我的周围的朋友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觉得会有物质啦，这么早结婚。我其实自己是想过28岁的时候才想得到，就是完全跟你的女朋友 Nan 没有关系啦，不是因为她身材的问题啊，身材有啊，就那么一点点啦，但是现在已经认命了啦。啊，什么认命？就是你曾经有嫌她胖啊，对，然后就有曾经想过，哎，我条件不错嘛，然后可以找到更漂亮的女生，那是曾经的想法啦。其实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一直拖延婚期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我还一直肥，还是肥胖？可是问题是我好像听说现在是他 OK 了，决定要娶你了，可是你不要啊？我觉得自己应该瘦下来，因为穿婚纱应该是以最漂亮的那个 image 出去见人。说到底 ，Nan 还是对这段恋情缺乏信心。从一开始 ，Nan 的肥胖身形是他和 Ken 交往的绊脚石。即使后来双方感情稳定了 ，Nan 心里头还不是很踏实。看来他一天不瘦下来，他就没有勇气步入礼堂，踏上红地毯。到底魅力百分百 Jenny 如何帮助 Nan 恢复信心，甩掉自卑感呢？身段美，身体美，唯美体态，唯有君毅。24岁的 Nan 和男朋友 Ken 拍拖了8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Nan 虽然想结婚，却因为自己过于肥胖，加上 Ken 的朋友们不太看好他们，而男朋友又迟迟不向他求婚，导致 Nan 对这段感情完全失去信心。不过 Nan 并不知道 Ken 正打算给他一个浪漫的惊喜，而在 Jenny 接受了2个多月专业瘦身护理的 Nan 是否能成功的告别肥胖呢？ Nan is a fun, loving, happy person.To suit her personality, we recommend a strong bubbly shape to contrast with the skin tone. Her length is kept long, while her crown is layered shorter to have more volume. We did a digital perm to create overall softness and also maximize the movement.无论穿着、发型或化妆 ，Nan 在魅力百分百 Jenny 的精心设计下，将以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喽。从来不曾下厨的 Ken 今天要为心爱的人煮一顿大餐，看临时抱佛脚的 Ken 手忙脚乱的，还好有嫂嫂在旁助他一臂之力。
粉丝。看来一切准备就绪，就只等 Nan 出现了。相信观众朋友也非常期待看到 Nan 瘦成后的样子，还有 Ken 的浪漫求婚记。一直以来 Nan 都因为他肥胖的身形而感到自卑，觉得不被人重视，而且被人家嫌弃哦。到底在 Ginny 专业人士的协助下，他瘦身之后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造型，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很期待，尤其是他这位帅哥。哎，怎么样，全部准备 OK 了哈？ OK 了，秘密安排都一切妥当。我看你有点魂不守舍嘞，很紧张哎。天气准准备好要看他全新的形象了吗 ？OK， 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瘦身之后的 Nan。从前从前曾拖紧母亲手臂，童年童年贺岁中他亲暖襟被，可惜一天他竟收拾行李。没在一起，何时离巢？长空展翅的小燕，仍然茫然，半路中相亲望不见，只好解释一家安乐如意，没有多少。然而剩我一个，更加非得健壮，总算收获。然而倦了，哭了。盼相亲再如初，抱紧我。当失的固然想归家，处处说，处处冷，降落到哪里才是家？我必须要刻意挣扎，习惯孤独，长空中往返，飞出新天，我会怕，也会冷，对逝去痛。照隔，但再长大，还是会想他。男孩，男孩，能攻克爱跟关注，然而怀疑，最后彼此不易相处，多少相恋，终生不用情变。绝对保鲜，天性祈求城中所有的小燕，无忧无愁，冷夜中相亲怎温暖，一位不少，一家安定无缺，没有纷扰。然而剩我一个，更加飞得健壮，总算收获。然而倦了，哭了，相亲再如初，抱紧我。当失的固然想归家，处处说，处处冷，降落到哪里才是家？你必须要刻意挣扎，习惯孤独，长空中往返，飞出新天，你会怕，也会冷，对逝去痛恋。这个减肥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Ginny Group 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知道怎样健康的瘦下来，自己真的是漂亮起来了，变成一只蝴蝶了，再也不是丑小鸭了。从即日起，首50位拨电 Ginny 热线的顾客将能以 50% 的特价优惠试用一次 Thermaship 热能媒体塑身护理、 FFP Face Firm 或 FSP Face Lim 脸部护理。询问电话 6332-9918。
想赢取价值高达10000元的免费服务吗？只要在8月31号之前预定任何 Genie 配套，或许幸运儿就是你。新传媒电视八频道。本节目也可在 Mob TV 下载观赏。Genie 美发美容瘦身集团，让你展现魅力100%。